新歌预告，周深献唱正午阳光新剧《欢迎光临》主题曲，将于5月18日10点在 Q1 酷王酷肉上线， MV 同步上线。生活这个大舞台上，总有一束光为你而亮。该剧由正午阳光出品，由黄轩、白百合领衔主演。5月18日，北京卫视、东方卫视电视剧《传家》同名主题曲《传家》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继18号新歌后，19号周深将再发布一首新歌，将于19号10点在 Q1 酷王酷肉上线， MV 同步上线。电视剧《传家》由秦岚、韩庚、吴谨言、聂远、张楠领衔主演。5月19日20点，酷全网独播。家是人生开始的地方，花开三朵，只剩一根，同生共不变。来传家庭。林老师的很多组合，就是左邻右里、刻不容缓和情深深当中，挑选一个人陪你去荒岛，你会选择谁？荒岛啊，肯定是谭咏麟啊。为什么？谭校长就古灵精怪的念头最多，你可以玩的事情比较多。如果你要带周深去的话，他一直在旁边唱那些很高音的那个，也受不了了。一定吐槽下深深。所以。克勤老师，你这理由，你看我信吗？那这次的新生歌手有哪个你比较想合作呀？其实都很棒，我觉得。那你就找他们啊！为什么这次要跟我合唱？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圆不回去了，你去找他们合唱吧。没我不听了。跟我哎，走了，拜拜。好麻烦，好麻烦，那个小朋友好麻烦。OK 了。所以克勤老师。换周深提问，你敢这么？周深的新舞台，正能量的歌手周深，为了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，发表80周年主题，节目邀请了周深等老中青三代电视艺术工作者倾情参与，讲述他们在创作过程中深入基层体验生活的真实经历，分享他们对饰演人物的认识、理解、学习、感悟的过程。节目将于5月23号正式播出。纪念艺术工作者周深真棒，跟着周深向着光亮前行，跟着深深把格局放大。粉丝是周深身上散发出来的特质，值得很多艺人向他学习。之所以能得到官媒的极大的肯定，并不是周深坐拥多么强大的粉丝基础，而是台上台下都在努力尽责，做好每一件事。对歌手来说，热搜只是一时的，能有好的作品才是真正的硬道理。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通过人民日报向网友隔空喊晚安，不仅录了一小段视频，还写下了很多感言。轻轻道一声晚安，不知道俘获了多少屏幕前少女们的芳心。除此之外，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，周深仅凭一己之力霸榜全网热搜。敢于挑战，敢于面对未来的一切，世界自由洁白。2022北京冬奥会，勇士们加油！周深不仅做到了这点，还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感悟。有人做梦都想登上热搜，图的只是流量，但在周深的眼中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才是真正的目的。这就是彼此之间的差距。在歌迷的眼中，周深就是正能量的化身，永远都是舞台上最亮的那一颗星。周深自打出道以来就很优秀，时时刻刻都在散发着正能量，业务能力只是其一，最重要的是人品。但凡身上有一丁点黑料，都不可能出现在官媒中。一，流量明星频频翻车。清朗行动开展之前，流量明星接连塌房，不是被曝私生活有问题，就是人品翻车。某些流量明星的思想层面确实有待提高，官媒借此机会利用优质偶像，正好可以给他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，也算是给他们敲醒了警钟。做艺之前要学会先做人。二，对个人作品的质量要求。郭德纲曾说过一句话，艺人拼到最后，拼的就是文化。
谁的阅历高，谁就吃香。光靠一副漂亮的脸蛋，并不是长久之计。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流量明星出道即巅峰的真正原因。拿不出一部合格的作品，即便长得再帅再漂亮，网友们都不会买账。所以事实证明，优质偶像不是那么好当的。明星光环的背后，承载的是数不清的辛酸。三，高标准严要求。这六个字不是官媒要求他们的，而是每个艺人都应该具备的一个特质。做最真实的自己，要对自己的演艺生涯有更高的要求才行。如果可以达到作品好、人品也好的高度，自然会受到大众的青睐。周深就是典型的例子，无论走到哪儿，都会把正能量贯彻始终。突破自我的同时，还影响了很多当下的年轻人，这就是优质偶像的影响力。他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网友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随着话题的不断发酵，吃瓜群众们对网友公文这一现象褒贬不一。像周深、易烊千玺这样的实力派，好评一片，备受网友肯定。当一开始该走走，谁人在夜深等等等，谁曾做梦也飘荡，一丝一丝的是非，交流几年再不能够说再会。爱怎么做，怎么做，怎么看，怎么难，怎么叫人死生相随。不见就散，爱情原来不是等价交换，爱一个人不是收藏一个。告诉我他在成都之后吃完火锅回去放烟花，辣娃会放烟花的那种。没错，就是李克勤。朋友，我当你一秒朋友。我觉得我们打完羽毛球以后，我们就像宋帝一样了。朋友，你要用过吗？这料，败家，已经很好了。说话。怎么样？改名叫李克勤。